我就觉得说喜欢，就在剧场看见了，哎呀，这也很平常的事情。咱再握握手，还握手、啊，再握握手，再握手。哎，您别跟我客气啊，哎、您别跟我客气，您别使劲。我见着您太高兴了，高什么兴？有点热血沸腾的意思。什么？咱拥抱一个，怎么样？拥抱一个，还拥抱一个，拥抱一个，拥抱一个，拥抱一个。哎呦，太高兴！哎呀，拥抱一个，还真是热情。你长得比电视精神多了，你看。咱再拥抱一个，还拥抱。再抱你，别跟我客气。再抱一个，再抱一个。可以了。上一边去，哪儿来这么一位啊？这是啊，你有什么不自然倾向？是不是你？我认识我吗？亲我干什么？认识我吗？不认识你。认识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我，你亲我？对，这啊！谁亲你？谁亲你了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那俩谁亲谁的？俩人？哎，这不跟您开个玩笑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找您来有正事儿。有正事儿，有正事儿，您说正事儿。哎，杨九郎非常喜欢您啊。嗯嗯。哎，这小伙子26、27，嗯，说相声有些年头了，还行吧。而且来说呢，挣了不少钱。没有没有。哎，孝顺父母，应该的。给父母买房了，那应该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上风上水，据听说在北边。啊，北边是在北边吧？对对对，在乌兰巴托。嗯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买一蒙古包，我是怎么着我？不是蒙古包，那么往北干什么？那您说是哪边？北京北边，那是昌平一带。昌平，哎，对，那边自古以来上风上水，对，空气就好，而且来说家庭生活幸福美满，凑合过吧。结婚了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媳妇儿，刚娶，现在可以说叫妻子。对对对。但是最近呢，那媳妇儿跟一大款跑了，哎，两个人偷渡到柬埔寨，幸福的生活。我踹死你啊！我干嘛？我踹死你！为什么要踹死我？谁媳妇跟人跑了？谁媳妇跟人跑了？谁给我说出去的？这是谁呀？谁呀？怎么了？急什么？废话，谁媳妇跟人跑了？啊、造谣，这是知道吗？你家哎哎哎，我能不支持造谣吗？知道我今儿干嘛来了吗？干嘛来了？给您辟谣来了。您辟谣？哎，我就知道这是假的，诋毁您的名誉呀！我给您辟谣来了。那我谢谢您。我没想到，我跟他聊两句，这人还急了。事儿可惜。你说这人这么大狗脾气，你看没有？谁呀？什么叫狗脾气？你怎么这么火爆的脾气呢？这事儿气人。别生气，找您来有正事儿。有正事儿说正事儿。有正事儿说吧。我们那个公司啊，想请您到我们那儿呢去做一下形象大变。哎，大变？啊？我当屎去是怎么着？我那叫什么？这大屎。有区别吗？状态不一样。您是粘的是稀的？要说了啊，这怎么说？形象大使代言人，这么说行吧？可以可以。想请您拍个广告给我们宣传啊？什么牌油？算不算正式啊？可以可以。是不是正式？您说吧。没问题，这事儿能应吗？能应能应能应是吧？可以可以。我今儿办妥了一件事儿，您说。哎，先聊天啊。哎哎，您最近演出是不是挺忙的？演出多一点。这个身体是不是不太好？身体啊啊，身体还凑合吧。不对啊，据我观察呀，你是不是有点失眠？哦，有没有？说实话，我跟您说啊，有有我们这个演员啊，这个演完出之后、啊、情绪兴奋，哎，对，容易睡不着觉，是不是失眠？在所难免。你现在不光是失眠，嗯，你现在失眠影响身体，是吗？你白天没精神，对不对？白天、啊、你绝对是提不起兴趣了，没精神，没有、啊、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思，是不是这感觉？这倒没察觉到。你现在失眠，你眼睛看东西都不清楚了，是吗？真的，我眼神，你不信？你看这是几、啊？这个这是一啊。这是几？这是二啊。这是几？对，我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啊，有这么问数的吗？这个你眼神不行啊，你身体大不出钱了。真假的呀？你都挂相了。我挂相？你挂相？我哪挂相？你大挂相啊？我怎么挂相啊？脱毛了。对，您把手先撂下，把手撂下啊。我这叫脱毛啊？这个这不是脱毛吗？这叫掉头发。哦，这是掉头发。对，那我记着有一脱毛来着。狗才脱毛呢啊。为了不让你脱毛呀？对啊，为了不让你掉头发，说清楚。我们公司生产了一种高科技产品，嗯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枕头。哎，合心思吗？还有这玩意儿呢？有这东西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。专治睡不着觉，这我今儿带来了，还带着。我给你拿去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给你拿去。我就喜欢这个，因为观众来带礼物给我们的，我特别喜欢这样啊，还带东西了，你想。来了吗，杨老师？哎，您看这枕头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，就这枕头啊？哎，
就这玩意儿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，专治失眠什么？这睡不着觉，嚯，这特别灵，这管用吗？这管用是吗？沾枕子就着，睡得跟他妈死狗似的。对，一嘴的什么话？就是睡得很香啊，这管用是吧？特别管用。那我问问您，这个得多长时间能入睡啊？啊，您要入睡啊，那大概得提前一个小时做准备。怎么准备？吃药。哎，吃药。嗯，吃药我要它干嘛呀？吃药就不用枕枕头了。嗯，我们这枕头完全代替安眠药，怎么样？代替安眠药，不用吃药，枕着就着。真的假的呀？必须准极了，这能着了这？能着。来一个这，哎，这个、啊、这多少钱啊？什么东西？这多少钱？没劲。嗯，别提钱呀。您是名人，嗯嗯，不要钱，白送你。别，不要钱呀！啊，我得给您钱。不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，我不要了啊！这真不要钱。不，您这人不明白啊！我们这还有规矩。什么呀？我上您那儿演出啊，嗯，包括做代言呀，是这个您给我们钱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我给呀。对，但是我要您的东西，我也得给您钱。不要钱，必须的。真给钱？必须给钱。那您就给个成本价吧。啊，多少钱？3800。哎，嗯，我们不多要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咱别掉地下啊！什么破玩意儿？3800，破枕头卖3800？杨老师，你见过钱吗？你，咱俩谁提的钱呢？谁提的钱？我提的吧。这不完了吗？啊啊！我说白给你啊，我不要钱，你非要给啊？你这个你是我没说要钱，这也不能白要啊，这不算白要啊！哎呀，您怎么不没经过这事儿吗？没有啊，就这枕头您不算白拿，是吗？您拿着我们这个枕头，嗯。您去帮我们推销，哦，您卖出一个枕头，嗯，你就白得一个枕头，你要再卖出一个枕头，你就得3800块钱。当然挣钱主要是看业绩，业绩就叫发展下线，下线发展多，钱挣的就多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我们有钻石级、黄金级、翡翠级的，别说。好，我说一上来亲我，跟我套近乎的啊。我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传销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传销是杯毒药酒，害文亲戚，害朋友，你懂这个吗？甭给我来这套，知道吗？啊，拿着这些枕头啊，送你一个字，什么呀？快滚！啊，这不俩字吗？送一赠一啊！走。杨老师，您不能错过这发财的机会。我就不要这机会。你知我哥拿枕头挣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啊？好千万。你拿着，我不要这几千万，不要、啊。我哥都出国了，啊，是不跑他枪毙了他啊？我哥在国外买的大房子有游泳池，里面都搁硫酸，应该知道吗？您不得倒手挣5000吗？我不要这钱，挣5000，打不住，值6000，挣5000，6000，挣5000，宝贝拿着，那边卖去，那边卖去啊，哪来这么一位啊？什么破玩意儿？3800，哥，哎呦呵，这是我师弟啊，王九龙，跟我关系最好。哎，是，宝贝，你先等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先甭介绍我啊。哎，不是你这儿给人家当托呢？啊？什么事儿？我给人当托啊？这甭瞒着我啊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嗯。怎么意思啊？那还5000，你刚才6000，5000，6000，走那边卖去，你不就是托吗？不是您得人断章取义，谁呀、啊？不是我跟你说，人家您这先生没有，这先生、啊、他啊，他呀想送给我一枕头，白送您，白送啊？那您干嘛不要啊？咱不认识人家。哎呦，你管他认不认识呢？嗯、对您有好处不就得了吗？那不行，不能白要人东西。哎，对，你等、嗯，你别急，我问问啊。嗯嗯，他送您一个什么样的枕头？这枕头啊，啊，枕头说有一股功效啊。什么功效？专治失眠，睡不着觉。什么？专治失眠，睡不着觉。哦。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枕头，就是那个。嘿，哎呦，不，我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太激动了。你得给我剁碎了。不，你肯定不是托。我不是托啊。不认识他。我不认识他。我呀，跟您各位说实话吧，啊、也不怕您笑话、嗯嗯，我就想买一这样的枕头。不是你要他干嘛？我爸爸就失眠。哦，这叔叔睡不着觉。老头睡不着觉，哎、跟别人一打听说咱们中国还没有、嗯、啊，得上国外代购去。不是，我看您这意思，您这不打算要？啊，就我不想要这个。太好了，哥，啊、您干脆把枕头卖给我，行不行？我需要。什么就卖给你？我值您个人情。我跟您说啊，兄弟，这枕头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3800呀！不是你月还挣多少钱？你肯定是托。我怎么又是托啊？废话，你不是托，你拦着我干嘛呀？我能不拦着你吗？我需要啊。那我不拦着你行吗？你甭拦着我。买我想买你是买去什么人呀？这孩子，
冤的头，挣多少钱？才3800买枕头。哎、先生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我问问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就您这个枕头啊。我要买多少钱呀、啊？就这枕头，这枕头谁买？我买，不卖啊不，哎不卖，不卖啊，我们不卖。不是、啊、我给钱，哎，不是钱的事儿啊，我们董事会决定说给谁就给谁。您呀、啊、没有购买资格，您没进入我们的范围，不卖。不是我，不卖。您啊别找难看，不卖不卖。哥，啊，您听见了吗？怎么了？他不卖我呀。他不卖你，不卖我，不卖咱不买呢，不买不行，我需要啊，咱少花钱呢，卖也不行啊，我想买呀、啊。你这样，你这样啊，你网上网，你淘宝是什么都有，淘宝都没有了，没有。哎，你这样，你网上微博发求购，求购也没人卖，都没了，不，那怎么办呀、啊？这个，哎，哥啊啊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啊啊，干脆啊，嗯、您受受累、嗯，跟他说说，让他把枕头卖给我，怎么样？您受来，不是哥，我的行不行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帮你啊，回头这忙没帮成，反正我惹一身骚，这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一身骚啊？您这话，行行，我这么着，咱、啊、就这么着，我呀、啊、不白让您受累啊。嗯嗯，事儿成之后给您1000块钱好处费，行不行？你枕头人家答应卖去，哎，对，你就给我1000块钱好处费，我干了，算100欧元。行，就1000块钱吧，啊，欧元都贬值了，现在就1000块钱，1000块钱好处费，1000块钱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您得帮着我说，那我帮您，您帮我，我刚才我都说了，我这不要了，你别急呀、啊，这回是我怎么说你怎么问，我学舌，行不行、啊？我帮你问，您受累哥，那行那行那行，您啊、嗯嗯，先帮我问问他啊、嗯，他这个枕头是不是新承泽零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的枕头？就问这个是吧？问问啊，我问问啊。哎哎，先生，哎，您好，我问一下啊，就您这个枕头是不是新承泽零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？这个新承泽零怎么还高科技呀、啊？这个，我这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，就是好用那枕头。哎，对，专治失眠睡不着觉，就是那一款，是吧？兄、哎、弟，问出来了、哎，什么？就是那款枕头，就是那个。对 对，太好了，嗯嗯，咱呀、啊，为了防止上当，嗯嗯，再问问他啊，嗯，他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？可以问问问。哎，你这个枕头是不是传销的呀？不是啊，不是传销的，不是传销的，我这是在同事同学亲朋好友之中转着圈这么来回的卖的。兄弟，您听见了吗？大概他说他不是传销的、不是，他是在同事同学亲朋好友之间转着圈这么来回卖，这不就是传销吗？这个，哎，不啊，在朋友当中卖，这不算传销，这不是传销，不算传销，兄弟明白人。哎、嗯、哎，咱还得谨慎一下、啊、哦，您再问问他，嗯，问他是不是骗子？我问问问，呸！你催我干嘛？有问人是骗子的吗？怎么有这么问人家？不，你还是不明白。嗯，我跟您说，这一般骗子呀比较狡猾、嗯。你过去问他一句：“哎，你是骗子吗？”他一般呀不敢承认。你看他怎么说？这个思路很新颖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他，哎，问他是不是骗子？问问他。啊，那先生啊，嗯嗯嗯，我这么问，1000块钱啊，你，嗯，这不是我要问的啊，那个。你是不是骗子？你敢问我是不是骗子？你是不是骗子？你猜对了，我是骗子。兄弟，嗯，坏了，怎么？他说了什么呀？他说他是骗子，他是骗子，他是骗子，好，啊啊，可靠，是吗？他敢承认自己是骗子了，这人很可靠。就是，哎、他敢承认自己是骗子，说明他很可靠，很可靠。这他妈什么逻辑？这是？还骂上了呢，什么逻辑？您别急啊，哥，啊啊啊，你再问问他，嗯嗯，他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？问问数量。哎，问问啊。哎，你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？啊，我们一年生产12个枕头，哦，一个月一个啊，一年生产12个枕头。12个。对了，这不对吧？啊，这据我所知啊，嗯嗯，他们公司一年生产17个枕头。12个是一般的枕头，嗯，还有5个是专卖明星大腕的好枕头。哦哦。不是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我在朋友圈看的呀，朋友圈有这个，这网上都有，我没看见人转呀。那你没看见？哦，哎，哥，您再问问他，嗯嗯，这个特制的枕头卖多少钱？他知道吗？我问问去，问问啊。哎，您那个特制的枕头卖多少钱？你怎么知道特制啊？反正就是特制卖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特制那是价格商业机密，不告诉你。
您说了，您说这是商业机密，就不告诉你。还不告诉我也知道，是吧？就这枕套，啊啊，在美国能卖5000美金，5000，英国卖4000英镑，啊，比利时卖8000欧元，俄罗斯卖1200万卢布，在泰国曼谷能卖8888万泰国铢，在阿富汗卖多少钱？我算不上来了。哎，你算不上来，你还算它干嘛？啊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朋友圈看的呀。我写这么全的，都有，价钱都有。哎，哥，你再问他，这特制的枕头哪明星定做的，他知道吗？我问问他。问问。哎，你这个枕，这个特制枕头，啊，哪个明星定做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失眠睡不着觉的明星定做的。他说是失眠睡不着觉的明星定做的。哪个明星睡不着觉，他知道吗？哪个明星睡？明星多了。谁睡不着觉？他哪知道去？你老推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您知道那个什么？嗯，中国好声音的李代沫，哎，李代沫唱歌那个，我知道那个，李代沫那秃子那个，我知道李代沫，啊，哎，他定做一个，他定做一个，还有那个拍电影那个柯震东，定做一个，嗯，那个房祖名，嗯嗯，哎，房祖名定做一个，哦哦哦，黄海波定做一个，不是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朋友圈看的呀。我一猜就这句，哎，嗯嗯，哥，您琢磨，嗯嗯，我这枕头，嗯，要是能让黄海波睡一觉，准赚钱。你要陪黄海波睡一觉，比这还赚钱，知道吗？啊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您这废话，你这什么什么信息？这都是行，甭废话了啊，嗯嗯，这就是明星定做的四个枕头，这是那四对。哎，不对呀，啊，刚，嗯，才说不是五个枕头吗？哎，是五个啊，嗯嗯，我估计他手里那就是。这拿一块，这不五个吗？他那就是，干脆你过去直接问他，这枕头我买多少钱？我问他，不废话，哎，直接问你。哎，这枕头就是他要买多少钱？这特制枕头秘密你们都知道？都知道了。那我留着什么用啊？嗯，你们不知道了吗？嗯，1万块钱，一分不减，1万块钱，1万块钱是吧？1万块钱，人家出价了啊！1万块钱，1万，你先等，比我那贵好几倍。多少钱？1万，1万块钱。不是你咬什么牙你？好，他可真敢张嘴，啊，1万块钱，得了，我明白了，啊啊，他呀知道我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买主啊，想出一个大价钱把我给吓跑了，嗯，不就1万块钱吗？太少了，嗯，干脆要了，不要。对，你不要，你干脆什么？一个我不要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您琢磨这枕头，包圆，在美国能卖5000多美金。哎哎哎哎，我还说，哎哎哎哎，这和咱别说了啊，你呀，啊，转手卖多少钱我不管啊。他答应卖给你枕头，啊，他说了卖给我了，就我帮你这个忙已经成功了啊，事儿成，谢谢哥，谢谢不用光谢谢我，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一条件吗？什么条件？我帮你说完之后，人家要卖给你的话呢，然后是吧，你是不是给我那个啊？啊，你别急，别急，我忘了，别急啊啊，这是200，这怎么200？刚才不是说1000吗？你别急，这是定钱，钱都在后台，哦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啊，我回去取去。是是是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一手钱，一手货。谢谢哥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去。我给你拿钱，得了，谢谢哥，你啊，一手钱一手货啊。这200到手。杨老师，哎哎哎，现在是不是快3点多了吧？现在差不多了。咱这儿我看是不是没有那个4G 的信号啊？4G 信号没有。哎，那边那个咖啡厅是不是有无线网？有 WiFi， 有 WiFi。我得给公司发个 email。那你快点回来。这样吧，哎，咱枕头没聊完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可别走啊！一会儿咱接着聊这事儿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在这等我。赶紧回来啊！我必须得找着你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点回来啊！你瞧，200块钱到手了，一会儿人回来，来1000块钱。这多少钱啊？这是800，啊，800加这200，一共是1000块钱好处费啊！这是我的了，你数数，我还数啊！哎呦，我爱财了，我这，啊，哎，没事，您帮我忙了，应该的啊。5678，啊，行，没问题，对吧？1000，哎，1000块钱，这是10000。这是10000，这是枕头钱呀，啊，枕头钱，对不对？这一共是，哎呦，哎呀，别掉了啊！这还是10001，10001，嗯嗯，哎呀，这就行了，哎，这就，哎哎哎，什么？枕头啊？枕头？枕头啊？枕头？您那边连 WiFi 去，回去发邮件，一会儿你等，什么？人家连 WiFi 去了，发邮件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发邮件？对，我给没给你钱？啊，给了，给没给你钱？在这儿呢，咱是不是说好一手钱一手货？是，他这发，你不是他抱着枕头跑了，这怎么着急？人家一会儿就回来。不是什么就一会儿，这枕头一会儿没了，跑了怎么办？我这么告诉你，枕头跑不了啊。对了，枕头跑不了 啊，你别跑了吧你。不是你别你什么有你是咱师兄弟，一万一都不见，就没有你这样办事。这1000甭动我，我跟你说，你这1000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10000我不。哎呦，不是你怎么了你？哥，我这肚子疼。有厕所吗？在后边。那边呢？你等我一会儿啊！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上趟厕所。这枕头跑不了，你放心。我知道，哥。来，我给你留住了。你一定给我留住。是不是？我你别急，
我放心，我全指您的，赶紧回来，您就是我亲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枕头一定我留住了，我亲哥，我枕头一定留住了，快去快去，哥，你一定我留住了。着急非得一会儿枕头肯定给他留下。杨老师，哎，坏了，公司出事，让我赶紧回去开会去。开什么会？咱今儿聊聊，我是说讨论事儿。我这儿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别走，干嘛？别走，怎么了？别走，我跟您说啊，那个这枕头多少钱？嗯，这枕头，我想要这个。你不要吗？不是我。我跟您说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什么话？你说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你说，我确实我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，我失眠了。你死不死啊你？不是我怎么了我？你睡不着觉，你该你。我怎么了我？各位，我没想到杨九郎是这种人，我拿您当个朋友，您拿我当个骗子呀你啊？啊，还说我是传销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传销的吗？不是，这枕头想要吗？想，真想要？要，拿钱。拿钱，你刚才不是说的白送给我的？废话，刚才不知你是这种人，明白吗？现在没交情，拿钱给枕头，快点。不是，那这多少钱啊？成本价3800，我这人心好，我不断3800，拿。不是，太贵了。快点拿！不是你不给钱别动枕头，你听我，别动枕头。不是你听我说，我别动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儿我出门我没带钱啊，就1200块钱。多少钱？就1200块钱。一千不行，你再给我凑凑，跟我到师兄弟借去。不是哪儿借？一千。等于说半年没开工资了，哪儿借去给你？没有。半年跟我卖东西没关系。不是，就1000块钱。你给我找，再给我翻翻。不是，再给我找找，快！我真没有了。别动。这戒指不错，嘿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啊、这戒指不行，怎么了？这是我跟我媳妇，我们俩定情信物，这不能给。你媳妇不是跟人跑了吗？对，谁说的？你定哪门子情啊？不是，哎，我别咬，别，这戒指也就值300，这不行啊。行了，这1300，这不少了啊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戴手表了？对，嘿，对，还戴着手表。谁说戴？谁说戴手表？手表我就缺这么一块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手表，哎，我这钢链的，我这手表不行，手表值700，这差着，我戴两块也不行啊，我戴两块。这戴两块，这不是显俗吗？这不是？还有西服呢？对，西服也行。错，我多你说西服了，西服也就值300，这2300，行了，2300啊，还有衬衫呢，衬衫不是，衬衫不行啊，各位，衬衫脱了，枕头卖的行吗？各位，不行，这不是，2300把我衣服脱，不是，你赶紧给我脱，不是脱，张云雷，脱，不是，你喊他干嘛？谁也救不了你，我给你勾枕头啊，给枕头，勾枕头啊，给枕头。行了，全给你了啊！啊，行了，走。这枕头给我。九郎，你太性感了，我这给你吧，我这不是我这衣服，关键那个王小龙。那傻子还不知道呢。行，咱一会儿分去，走，一会儿分豆子，不是我送的哪儿去了？这枕头也不能砸我手里啊，这个。